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这个局内值，好不好？算出来解式型，负一到九，求这题目 A、B 怎么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这绝对值不等式。来，题目给答案了，板球题目怎么算？老师强调这种题目哈、哦，你就直接倒过来算怎么算？想办法把这两个数字变成怎样？一正一负。那怎么变成一正一负？去找出负一和九什么终点，把负一加九是几？八，缺二四，所以说把大家都减几？四，九减四就变几？五，负一减四就变几？五。把大家去减掉负一和九中间，好不好？因为负一在这，九在这，它中间是几？四，所以说会形成一个现象，九减四是五，负一减四是几？五，所以说这两数字就变成一正一负，一正一负之后，麻烦你不用客气，直接抓起来取什么值？绝对值，就会小 a 等于几？五，是出来了。那对照一下，题目说这边要几 s？ 二 s， 所以乘上二。变 2s 减 8， 小 a 等于几？ 10， 所以 2s 2s 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所以对照一下，负 a 等于负 8， 所以说 a 就是几？ 8， a 是 8， 告诉我 b 就是几？ 10， 这样行不行？行哦，题目求多少？求这个数对 ab 嘛，所以说我知道 a 是几？ 8， b 是几？ 10， OK， 麻烦你把这题看一下。